还没结束是吧？结束了是吧？这群我觉得我如果从这边访问过去，应该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。我们推派一个代表好了，你们练多久的时间？有说一定是你吗？他是这边最帅、最厉害，你骗我几黑呀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因为很熟啦，对啦。黄二弟的扛把子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整个表演下来啊，黄一柳后真的很适合你。你怎么有办法就是？小泽远见那个疤有没有贴在你脸上？好了，练多久？练快一个月吧。快一个月，所以都没有去上课哦。老师，我在抓这一群，差不多啦。我们都夜行。夜行就对了。好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看你很喘，看啊哪一个比较喘哈、哦？你以为你躲在旁边就没有事是不是？通常有这样的吗？自然超帅，谢谢。再给我，再给你，还是马子吧。他要娶你，我们的关系好乱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二逼的，老师注意一下哈，二逼的那个关系啊。来了，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？我好累，可以下台了。要跟我作对，我就偏不让他走，你等下就留下来。来，你今年贵庚？20，然后你练舞练多久？就快一个月。你自己也一个月，还是你们都一起？那你自己回家有没有偷偷练习？有是，很喘哈、哦。啊，有比较瘦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说不定在那练习一下之后，哎，没有别的意思啦，会生气吗？不会啦哈、哦，真的没有比较瘦。好了，来这一位，你好，练到没有办法刮胡子哈、哦，怎么回事？累啊，而且他嘴角在跑，很累啊，不用紧张嘛，跳完还会紧张？还好，所以是累嘛。我前面有讲过，访问最怕的那种问出来答案两个字有没有？还好啦，很累啊，我怎么问啊？最近生活怎么样？有练舞了，多一个字还好。来，轮到你了。来，讲一下这个练舞的心得感想。超累的。来，换你。你很黑枪啊！他把他推过我这里不对是不是啊？请问有哦，有人要生气是不是？哪有哪有？那个哦，那个的。他的衣服有一个 NO 啦 ，NO， 上台哦，要上台吗？奇怪了，你们这两个上来打好了啦，你是要哪行都喊最大声？啊，那就他也很辛苦，他在后台一直跑来跑去，戏学会的人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那我就不闹你了。啊，你跳过来。啊，你男朋友在哪里？有那么难过吗？我有问到让你难过的事情。男朋友在这里。哪里？有男朋友在。等一下，有纠纷哦。你们说这边，一个说那边。面临到大抉择的时刻。那礼拜日休息了对吧？好啦，那家务事我们不打扰了，你要自己解决一下。啊，你们不要吵架啦，反正事情总是在今天曝光嘛，之前也不知道嘛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曝光，大家就和解就好了啊。来，换你。阿静。女朋友也要上台吗？这个一定要上台。你们准备上台了？上台！
等一下是。那我们结束之后，你们再上台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有什么话要对女朋友说？求婚了，也太快了啦！再过五分钟再求啦，因为比较及时啊。来来来，有什么话对女朋友说？还是要想一下。你听到他对你的那个了？听到啊？我没办法帮你了啊，送你了，女方分了。你指的是哪个下拉一样？是吗？是吗？可以接受是吧？很明。不要上来，而且台上已经那么多人，那一个人想说，我怎么把他晾那么久，所以我要回来。好，你们这边可以下台回去了，谢谢。你没有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后面好了没啊，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一个人问一下，女朋友在哪？我没有女朋友。